烛。凌厉的眼神，矫健的身姿，锋利的尖牙。鲨鱼作为海上霸主，它是海洋的保护神。沸羊羊，你别说了，鲨鱼多可怕呀！就是，光想起来就很害怕。我会证明给你们看，鲨鱼有多厉害。别自己去找鲨鱼。鲨鱼是一种很危险的动物，我们一定要远离它。既然危险，那是不是就可以不去找碎片了？什么意思？雷达侦察到碎片就在鲨鱼活动的范围里。这么可怕，那我们谁去呀？这次行动比较危险，我们一定要慢慢的计划好。什么？羊狼魔方快要爆炸了，我先回去天狼号一趟，回来再商量怎么拿这颗碎片。沸羊羊呢？既然大家都害怕，就由我来找碎片吧。不知道能不能遇上鲨鱼呢？我不能总是想着鲨鱼了，还是找碎片要紧。难道碎片在里面？不管了，进去再说吧。冷静，你们一个个说。沸羊羊，他自己。局长，碎片了。那里可是有鲨鱼出没的呀，你们先在原地等着，我去找他。慢羊羊，现在我们出发吧。你要干嘛？我们谁跟谁呀？你帮我阻止炸弹，我帮你找人呢。根据我对你的了解，你肯定有阴谋。不可能，我灰太狼可是一只高尚的狼，一只纯粹的狼，一只有道德的狼。灰太狼，你利用慢羊羊找碎片的时候，顺便帮我带个面膜回来。好吧，我们一起去。你知道我的计划，还和我去呀、啊？只要沸羊羊安全，我宁愿不要碎片。太好了，那就让我们合力对付鲨鱼吧。鲨鱼！来合个影吧，看着镜头，一二三，茄子。请问你到底是谁呀？不好意思，我太兴奋了。你好，我叫沸羊羊。我叫碎碎沙。差点忘了正事儿。你有见过这个吗？没见过。午休时间结束。我该去工作了。你还有工作呀？鲨鱼的工作一定是保护大家。你是一个身手敏捷的警察，还是英勇的消防员呢？都不是，因为我的牙齿锋利无比，所以我在这里负责碎纸。他一定是像超级英雄那样的。
作只是伪装，每当有需要就会变成英雄拯救大家。碎碎沙，你除了碎纸还有别的事做吗？当然。哦，我果然没错。碎碎沙，还有我还是一个果皮袍。你可是鲨鱼啊，怎么能听别人使唤呢？碎碎沙，这是谁？怎么在这里捣乱呢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他。我不管，不能让他影响我们的工作。主任，您说的对，不好意思，您要的水果我马上就可以削好。太憋屈了，深海的霸主怎么可以这样呢？我们走。走去哪？我还有工作要做。我带你去做另外一份工作。什么工作啊？当一个合格的深海霸主。你是鲨鱼，你注定要成为海上霸主，保护大家的。算了吧，我不是那块料。难道你就想一直懦弱下去吗？我想保护朋友，请教我成为海上霸主的方法吧。就等你这句话呢。把手里的棒棒糖交出来。不给不给。碎碎沙，看你了，快去保护弱小。好的，看我的。放开他。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欺负人。太好了，你赶走了恶霸。我们接下来还锻炼什么呢？不用锻炼了，我想我是太勉强你了。大功告成。用这个我和你合力研究的机器人，多凶猛的鲨鱼也不怕了。启动，立刻搜索碎片。不行，先去鲨鱼区搜索飞羊羊。先找碎片，先找人，先找碎片，先找人，先救人，先找碎片，先救人，先救人，先找碎片，先救人，先找碎片，先救人。毁灭！毁灭！糟了！搜索到鲨鱼的踪迹，毁灭！毁灭！毁灭！所有鲨鱼！毁灭所有鲨鱼！糟了！要我保护环境还可以，保护朋友怎么可能做得到？毁灭！飞羊羊，飞羊羊，你回来了！
碎碎沙。毁灭。绝不能输！我们来喽！嘻哈合体包，好！嘻哈合体，威力无比！等一等，我来了。碎片找到了，我走了。灰太狼，你趁人之危。糟了，他的攻击力太强了。我要帮他们。我能做什么呢？加油！是做警察还是消防员？我一直想要做一名雕塑家，我以后要当一个雕塑。